你是不是要叫我胖来给你买好，这样啊，没介绍到底，那这样子我搁提了。 脑筋还没有破洞，你赶紧把护条嘞！哦，你真的是英雄哎！哎，你我冇看过，你是什么人啊？哈，我吼，我新来的啦，我叫做春花啊，请多多指教。我来是安尼生，你讲我的脚手尾了，这就一定的嘛。你叫春花啊？是，我是大少爷，你了解吼？ 小姐学到你学到高哦，会得志。啊，我即摆看到少爷你本人，真正吼白白查甫人。外口若白白查甫人，你都对拢较赢别人。在做遮尔的缘投，啊，拄只少爷咧看啥物啊？伫咧看兵书信息。哦。你敢知影？我是身为武将之夫，时常为着国家出去南征北战。我是建立许多汗马功劳啊！